原标题：55岁叶童蕾丝裙回归，女性装扮变温柔贵妇。网友：许仙形象太经典。近日，香港叶童出席舞台剧《欲望街车》首演拜神。叶童如今已55岁，身形维持得不错，不显老态。她身穿白色蕾丝裙，戴宽檐帽，造型似贵妇。